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好啦，欢迎观看本期的我们零说生活。现在的工作压力大，生活压力大，长期下来呢，很容易会引起睡眠的问题，出现睡不着、睡不好、睡眠时间少等情况。那要怎样改善呢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用食疗的方式。那下面呢，就给大家介绍一种食物，它就是桂圆。桂圆营养丰富，它能够起到补气补血的作用，还有着养心安神的功效，能够帮助改善健忘失眠的问题，对脾胃的健康也有好处，还可以增强大脑的记忆力，有着不错的保健功效。那怎样使用好呢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介绍一杯助眠的代茶饮，叫做桂圆冰糖茶，适当饮用对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。那下面呢，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准备的材料六样，就是25克的桂圆肉，10克的冰糖。先将材料清洗干净，放入茶壶中，加入冰糖，倒入沸水，盖上盖子闷泡即可，也可以反复的冲泡。喝完后可以食用桂圆肉，适当的喝一喝呢，能够起到补益心脾、安神益智的作用，能够帮助改善失眠多梦、精神不振等问题，对健康是有好处的。平时可以适当的喝一喝，但不能使用过多。而且呢，容易上火的人、孕期的女性是不适合使用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在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记得关注茉莉说生活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